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同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上個禮拜五曾經觀看香港管弦樂團的表演，兩人不屬於密切接觸者。特首辦話林鄭月娥全程有戴口罩，她在中場休息的時候已經離開，會遵從衛生防護中心建議接受病毒測試等。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就話，完場之後曾經入後台見指揮幾分鐘，當時戴口罩，聽日會做檢測。康文署話，初步確診嘅表演者上星期六最後一日喺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期間冇接觸公眾。佢進入中心嗰陣體温正常，中心嘅演藝大樓同音樂廳即日起暫停開放，全面消毒，會分別喺今個禮拜五同今個月25號重開。香港管弦樂團就話已經暫時關閉辦公室，而今個禮拜五六同下個禮拜五六合共四日嘅取消，合共四日嘅演出都係取消。